覺得很難玩，但我又要拍，點解咧？諗唔到拍乜嘢咁啊？邊未練到自己就拍？呢個咩？呢個陣咧，你知道呢排玩緊 bass 咪 bass 先玩咗個 slap 同埋 popping， 試下玩喺吉他度啊！我死都唔會搞 bass 上去，所以變咗咧 bass 咧易啲，因為條線咧距離遠啲，冇咁易拍錯，冇咁易 slap 錯，咁所以變咗今次玩呢個吉他版，呢個好簡單嘅玩法。OK， 先學第一招。OK， 第一招咁拍落去呢個拍線咧，我唔知 popping 定 slap 兩個，我唔識分。我應該係 popping 嚟，我就知呢個例。好簡單，手指咁打落去。打落去嘅時候點樣打咧？好多人都會咁樣打，做唔到嗰下 tap 嘅效果。點解會咁咧？一個重點嘅就係玩呢個招，就係回彈速度要好快 ，high 到佢即刻彈走。所以見到我的手指唔係我唔想慢動作俾你睇，係慢動作就冇聲啦。快啲！慢啲，快啲，再快啲，即係咁樣你會得快啦，冇聲，一定要打落去彈翻上嚟，打落去彈翻上嚟。OK， 咁點樣去講咧？每次都用呢個方法去講，就係話當係有杯啫喱擺喺你面前，你要輕輕令到佢喐一喐，仲要係快嘅喐一喐力度咯。你唔會撳佢啊嘛，你輕輕力，第一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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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拎起，拎起，拎起。OK。我已經明白第一招練咗佢，咁敲嘅位置都有得值得去商榷一下嘅。譬如話敲前邊咧冇咁大聲嘅，敲中間咧共鳴聲好啲，敲最尾我最中意嘅 B three 嘅位置，即企鵝嘅位置。OK， 呢個第一樣咯，咁你可以先做一下，係學咗呢首歌嘅你哋。全部同一日拍，所以我都唔知道自己拍咗未，我亦都唔知噏咗上嚟未。哇！呢個方法做咗先 ，OK， 做咗之後可以做 part chord。OK， 呢個方法咁本來諗住分兩手拍啦，嗱唔係一次過拍曬啦。第一招好啦，跟住第二招就係呢個 slap 嘅動作啦。slap 嘅動作點樣做咧？唔係普通嘅勾弦嘅方法，用一個方法係中指掹向上將佢。咁你可以見到係咁啊！咁當然你要好肯定自己係夠力啦，同埋唔好掹斷。一般差嘅吉他咧，太大力掹你會真係會斷嘅。咁通常我用咧就係指甲個罅位，我哋指甲個罅位。咁我真係用中指，因為用指甲個罅位整，就唔好真係用隻手指呢個位整，即係唔好係插隻手指落去撩出嚟死眼啦，係咪？指甲。即係攝咗個指甲，啱啱好你啲指甲嘅污糟物嘅地方 ，OK， 然後向上掹，咁你可以做到呢、這個。咁你要咩 sensitive？ 你幾大力喎？你大啲，細啲。OK， 呢個係第一個方法，加埋一齊可以先做一下拍空弦嘅。我將會畫一個 A 嘅 pentatonic scale， 齋玩三條線算啦，一四一三一三，有啲睇咗我之前嗰啲咁嘅教學片先啦。第五線第九格七格，第五線第七格 ，sorry。先練咗喎，第一招，第二招，你見到我每次要慢動作就做唔到聲噶啦，加埋齊。
起加埋一齊，跟住你可以做好多唔同嘅 rhythm。千變萬化的玩法，玩了什麼呢？在另一個叫做這個一個 A minor 的 pentatonic 玩法會有教的。 OK， 重要我可以訂我頻道先練熟了這一個不同的 popping 和 slap 的方法，先練熟了它用你的方法可能不同，其實可以很簡單地已經有聲了，咁要佢玩到唔同嘅效果，先做呢下，做到拍呢一下。